我是麦承欢，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。姚总好，到了你家我才知道相亲相爱一家人是真实存在的。嗯，没事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一定要努力啊，给我们麦家争光，我们一起努力。过来帮忙。你是不是欺负承欢了？我是专门来看您的，奶奶。房子是人家姚总的，他把我们当一家人了。我妈这个人啊，天天敲锣打鼓的，你跟她肯定合不来。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，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花花，妈妈，家人在一起就是好时光。